从前，呢，他的妈妈生病去天上了，然后呢，王子帮他找一个新的妈妈来，然后新的妈妈就说：“你快点去打扫。”然后两个姐姐也是，然后呢，他就在那边哭着，看到一个老婆婆在那边说：“我来帮你变一双鞋子吧，变。然后我还需要漂亮的裙子，然后要帮她漂亮的裙子吧，变好了。”然后呢，她坐着一个马车去，然后去玩了，去跳舞，跳舞完了，等到叮叮，时间到，所以他赶快跑去这边，然后呢，掉了一双鞋子，他赶快不能捡的，然后呢，王子不知道这是谁的鞋子，完了。